改讲广东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讨论怎么来把这本小说改成舞台剧，怎么样子又要跟电视剧不一样。的确，我们开了不少会。我觉得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这本小说，它的气氛、它的那种精神、它的气氛、它的东西，像有几场，比如像那个。一开场的新公园那一场，新公园怎么讲那黑暗王国？你怎么表现？小说可以写，小说可以用独白，就像那个舞台剧一样，完全是小说用的小说的独白啊。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小说可以这样写，但是到了舞台上去，你怎么表现这一段？这个抽象段，那我们这是一段啊。第二段呢也是很难表现，就是龙子跟阿凤的那段是怎么办。所以这两段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痛的，非常头痛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开头的这个要怎么营造这新公园里面的气氛，怎么叫营造那个黑暗王国那种的，它的里边那些黑暗王国的子民在里边怎么样的这种生态。我一开始我就定调说用舞蹈，这是我们开始定调的，这个是用舞蹈，因为舞蹈它可以表现抽象的意涵啊。舞蹈可以用，尤其是现代的 modern dance， 现代舞，它就可以表现现代的精神啊。像现在，我想在镊子在某方面说，也它的确是也有相当的，可以说也是那种现代主义的。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啊，这么一本小说，所以那个现代主义的那种精神也要出来。舞台剧我觉得很大的优点呢，它可以是提高一层，我想再把就有从小说改变小说那种那个形而上的上一层的那种象征性的主题性的思想的那个东西，在舞台剧可以表现出来。其实这本小说这个戏，大家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还是家庭，是血缘的家，或者是他们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归属的家啊。其实这个小说，这部戏就是这一群孩子被赶出了家庭以后，他们去寻找父亲，寻找家。的故事其实是他们失落园，然后再去找回乐园来的这么一个，其实是这么样一个故事。我想一个兴趣，一种甚至一种热情，对人事对一个东西一生的兴趣要紧的，真的要紧的。我想我那是勉强念了工科的话，也可以当一个很平庸的工程师，或者还好的工程师这样子啊。但是我想我那一生会不会快乐，不会快乐，不会，我会觉得这个不是我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一生追求的是文学才是我追求。有时候成败不能拿世俗的，你赚多少钱，你有没有好房子，什么东西，不能拿这个来衡量的。我想一个人一生成功的时候，你做不做你的一生的信念爱好有没有达成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我这个很要紧。所以我觉得我在电影里面讲的，我非常感恩，感恩上天给我，真是上天对我独厚，让我有很多机会做我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对，我觉得香港有个很特殊的
这个位置嘛，啊，我想在，我想这几十年来，我想他的国际性啊，而且呢，他的自由度。我就又要讲了，比如说香港是很少地方跟台湾，香港台湾你们还是保存了我们的繁体字，这就了不得，繁体字本身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我想在香港的话啊，香港的话这个就应该保存下来，这应该保存下来的，永远把它永远把它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几千年来我们的象形文字，我们的象形文字奠定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地位跟根基啊。今天我讲那个选那个题目呢，就是这个昆姐十部传奇九相思，我想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个明清的传奇的确你要算起来的话，这关于爱情的，关于这个爱情的这个是占了很大的部分，这也是我对于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很大信心的之一，因为我想爱情是普世的，而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个主题从古到今中外一体，我想都会勾动我想所有那个观众的心的，所以我想昆曲它这个里边这么多，对于其实今天我要显示说是昆曲的面面观，对于爱情的面面观啊，面面观。我想我们一般的那个刻板的印象说中国人四书五经，我想非常非常一板正经的这么一个礼教这么深严的这么一个民族，好像我们不会弹琴的，不会得了爱情的，其实还有别的管道，其实还有除了四书五经，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别的管道啊，别的管道让我们人类最基本的这种感情爱情啊是有所抒发，那就是我们的小说啊，我们的戏曲啊，而且晚明的思想是整个来讲的，晚明的思想是对这个礼教一种反动的思想啊，反正就是高举情的情。情胜于理，那时候宋明理学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非常非常严格，所以这个有一种反动的思想，把情举起来。第一个也就是我们昆曲中最有名的，昆曲中经典中的经典，牡丹亭。一片心情爱上你，像我们今天是生旦净末丑，一应尽俱全，那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戏呢也沿着我这一次的演讲，这个题目是十部传奇九相思，昆曲中的男欢女爱。今天晚上，这五个传奇呢，都是讲爱情，有道姑的爱情，有这个皇帝的爱情啊，还有这个梦中情人，我们牡丹亭里面的，还有这个我们文学中的最有名的女人，潘金莲的爱情，这个，所以今天晚上啊，今晚都是一些。Thank you.
还是一朵鸳鸯。既不耐烦看花，正哄你到西宫闲话去。臣不去去，岂复何也？将钗盒收好了。